进了扫码，太棒了！同学怎么了？同学怎么了？同学怎么了？啊，在录音哦。同学怎么了？你让他重录。好重哦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拿，你拿一把。你脚都受伤了。我扶你了，我扶你。我是高一五，你喊。我是好感谢你哦。不会。是我是国三六的模范生六号，六号模范生张耿仁。六号。对啊 ，OK， 六号哦。我真的找不到老师。不会啊。回来了，喂。去买午餐了。他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不知道啊，都这样子。我们狗龙做事好认真，好尽责、啊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老师要给你记个嘉奖。好，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国三六班的六号模范生张耿龙。六号。对，六号模范生。请投给六号。做事认真负责，谢谢。嗨，欢迎收看蔡老师的 Dancing Lab。OK， 经过他们筛选之后，他们筛选是里面跳最烂的。啊！同学，停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同学，你们跳舞怎么跳的这样子？来，我来慢慢教你们 ，Jacky 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跟着我来。国中模范生，OK， 六号，国三六，张耿仁。